需要有，对对对，我们社区的接收证明。我说就买不了。社区确定能收，然后就把航班信息什么的给社区那边，他会派车过来到长沙机场把人接回去隔离这样子。都买了10天了，不停的给我抵，不停的取消，尝试过买广州、深圳、汕头。可能每个目的地的要求不一样，就算拿同一个地方的话，它有可能每个不同的小区，它又根据它小区的情况，防控要求暂停这些旅客先返乡。